恭请。佛说十号经。恭请。佛说十号经。恭请。佛说十号经。水相赞。先天真水。净洗灵台。杨枝一滴洒尘埃。涤秽消灾。香焚宝鼎。气达先天。微光选鹤皆祥烟。降见此心前。释迦如来。牟尼世尊宝告。至心归命礼。东华教主。西域圣师。弃皇宫之富贵。爱雪岭之清高。炼成摩尼珠。光照大千世界。尊居兜率地。得披亿万生灵。大法东披。无不精修波罗蜜。梵呗西来。贤之皈依无上道。登传万世。佛日常辉。法纪千秋。黄土巩固。三界大师。四生慈父。大悲大愿。大圣大慈。释迦牟尼古佛。慈悲广化天尊。佛说十号经。本卷。如来。应供。正等觉。明行足。善事。世间解。无上士。调御丈夫。天人师。佛。世尊。阿难伯言。云何？如来。佛告别除。我习因地为菩萨时。力修众行。为求无上。正等正觉。今得菩提涅槃。一切真实。以八圣道。正现所证。名为如来。如果去正等正觉。调伏习心。得至涅槃。故名如来。云何？应供。佛言。习在因位。所行善法。威仪戒品。时尚根利。修令增长。如是修习圆满。至就敬畏。正涅槃时。断尽一切烦恼。令身。口。意。清净无染。永害烦恼。如断多罗树头。永不生涯。复此贪。嗔。痴。等烦恼尽故。一切诸趣。永不结生。超过四难。生。老。病。死。苦果之法。或苦二种。而永不生。立应供号。复次。令彼世间。所有衣服。卧具。饮食。汤药。壮幡。宝盖。香花。灯果。及天上人间。最上之物。供养于佛。获得最上富贵。吉祥之福。是名应供之号。云何？正等觉。佛言。如来具一切智。于一切处。无不了之。以四念处。四正断。四神足。五根。五力。七觉知。八圣道。十二缘生。四谛法等。如是之法。平等开觉。一切众生。令起智断惑。正须陀洹果。斯陀含果。阿那含果。阿罗汉。具三明。六通。复于大圣座一死求。立修诸地。断尽劫习。成无上觉。此名正等正觉。云何？名行足。佛言。名。为。天眼明。宿命明。漏尽明。行足者。为如来身。口。意业。善修满足。正真清净。如有大衣钵等。自在观照。而无碍着。于自愿力。一切之行。修令满足。号名行足。
云何？善事。佛言：即妙往之意，如贪、嗔、痴等，引诸有情，往彼恶趣，非名善事。如来正智，能断诸惑，妙出世间，能往佛果，故名善事。云何？世间皆无上士。佛言：世间者，味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、地狱、恶鬼、傍生等类，各具色蕴、受蕴、想蕴、行蕴、视蕴、眼根、耳根、鼻根、舌根、身根、意根，及彼六识所愿境等一切诸法，名曰世间正觉正知，名世间解。又彼世间所有二足、四足、多足、无足、欲色诸天，有想无想，非有想，非无想，若凡若圣，一切有情之中，唯佛第一，最上无等，名无上士。云何？调御丈夫。佛言：佛是大丈夫，而能调御善恶二类。恶者，起不善三业，而作诸恶，堕地狱、恶鬼、傍生，而得恶报。善者，于身、口、意而修众善，得人天福果。此之善恶，皆由心作。佛以第一义善涅槃之法，显示调御，令离垢染，获得最上，寂灭涅槃，是故得名调御丈夫。云何？天人师。佛言：非与阿难，一别除为师，所有别除，别除尼、乌波塞、乌波夷，即天上、人间、沙门、婆罗门、魔王、外道、士、梵、龙、天，悉皆归命，依教奉行，具作佛子，故名天人师。云何名？佛智慧具足，三觉圆明，是故名佛。佛告阿难：我习经行之次，有婆罗门而来问我，何故汝之父母为汝立名，呼为佛爷？佛即答言：是所知者，我能了之；是所观者，我亦能观；所得灭者，我亦得灭。我具一切智，一切了知。我从无数劫种种修行，远尘离垢，今得无上菩提，故立佛号。云何？世尊。佛言：我于因地自审观察，所有善法、戒法、心法、智慧法、复观贪等不善之法，能招诸有生，灭等苦，以无漏智，破彼烦恼，得无上觉。是故天人凡圣，世出世间，贤皆尊重，故曰世尊。佛说十号经中。